去钓鱼。下车吧。好，我们到南势溪了。耶、yeah! ！今天要来玩看有没有溪哥，我大概有两年左右没有来了。这边上面。好。那、啊、这边的生态，一年不如一年，所以我最后一次来已经没什么溪哥了。今天再来看看有没有这种东西。今天是我们休假。休假。所以下面不用涉水啊，也是要看一下啦，因为太久没来，不知道地形还能不能钓。今天带七尺虾竿而已，钓溪哥最好是用小白虫或者什么黏糊饵或溪鱼的话，吐司家里都没有这种东西。我们海鲜这边因为我们很难买到小白虫，所以就冰箱有什么拿什么。我钓虾用的那个虾米也没有了、啊。如果真的不行，我之前有试过，看到不知道到这边黑壳虾，黑壳虾他们也会养。那你的哎，这个也是新的，你看。那个步道之前那边没有一块一块的，耶、yeah, ！我记得有、欸，所以它现在已经可以走到下游去了。我记得有，应该是被清过的吧？没有，之前没有。真的吗？之前只有这边一圈而已，再过去都是野外、荒郊野岭，看起来很好吃。像这边啊，每年一直动工，一直动工，一直乱搞，一直乱搞，搞到生态乱七八糟了，没有以前生态好了。哎，好吧，就坐这边轻松钓。哦，是那里啊？我以为是这里耶、欸。哎、欸，还有溪哥，我看到了，那个脚一些，哦，这边也都有，有，太好了，这里有、啊，因为你要去那里耶，来就抛过去，飘过来，抛过去，飘过来，看会不会死啊？如果不会死，我们再换向下面看看。下去让它流，然后看那一颗黄黄的有没有咻，看那颗黄黄，对，有的就打，对不对？先试着钓，看看有没有东西，有东西就给你玩。那边都是小鱼啊，你没看到吗？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很土色的。在这边好像都我都没肉眼都没看到了。嗯、这边只有大概这么大的，都没看到鱼，再撒一些诱饵。会不会今天钓不到鱼、啊？嗯，我觉得这边点比较难吧，要去下面一点吧。你要这点，我跟一个朋友来钓过啊，晚上，因为有鱼要给面子呢。那边是一群、啊，不然我再过去试试看。走啊，我们过去。啊，过去找鱼了，找鱼的男人。哎、欸，这边比较多哎、欸。好，过去看。那这是哪人？这都是，我走过来，他们下周就跑过去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我好像看到了，哦哦哦，咻咻咻哎、欸。对啊。超夸张。在这边有，但有鱼往我的冲过去，我以为要来吃。耶，跑太快了。这都是。对、啊，那是什么？溪哥啊。哦，那溪哥。这个数量真的比以前少很多呢，零零散散的没几只，不要一群一群。我本来以为很好钓，给你钓的就不怎么好钓、嗯，我就先试一下。你看对面的那个粉红色的花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好、啊，往上插。这鼠尾草吗？是吗？我不认识。哇，零零散散的，没有一整群一整群的，感觉生态整个比以前差很多。我今天有可能变得来踏青哦、喔。嗯。而且这水有味道，你有闻到吗？我只有闻到水味啊，溪流的味道。没有干净溪流，不会有那个怪味道。是哦。它是一个不干净的味道，它是一个类似水沟的那种水味。被咬？刚刚有咬一次，就那么一次。我的虾的准掉不准？我吃了，啊掉了，掉了。有吃有吃。你知道我昨天弄到什么吗？弄到。超恐怖！我昨天弄到我们冰箱还是哪里的洞，有一碗虾，然后我把它。我接走哇，没中。那一碗虾，然后呢？有一碗虾已经剥好壳，没有头，然后有尾巴，很完整的。然后我就拿出来解冻，解完冻之后，突然我要开始洗它们，它们就开始抖，一直抖，活起来那样。
可是我很害怕，我就叫你过去把它弄好，我就吓死了。害怕我会很开心耶，干鲜活的虾可以吃耶。它已经冰冷冻，然后突然活过来，没有头耶，只有尾巴，然后跟身体，吓死。我赶快拿一只来吃吃看好不好吃。但是以前应该有西虾对不对？应该是有，现在还是有黑壳虾。主要是数量不多啊，以前有苦花，啊，现在基本上都无波鱼大军，然后难得这边还有那个，还有那个，对啊，但量不多啊，这量比以前少太多了。有几只几只散散的，有一种有可能季节不对，有可能被冲到下面去了。他们坐在一格一格的，他根本上不去上游啊，他们就被冲一直往下一直往下，然后就排到那个我们下面大排岸两港的大排。这个是接到大牌，对，这个他做这个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说什么护膝干嘛的工程，我有好多点，这只五波鱼，五波鱼外来的，对啊，这边有的数量真的太少了，然后刚刚我们叫那一侧，我是一只都没看到，然后看到都在对面那一侧，那你要去那边对面看吗？啊，我可以去试试看，哦有，但有东西来咬一口，可是他没有吃下去。嗯，啊游过去的时候咬他一口，太小只了。嗯，可能吧。哇，小只飘飘看。我看着你的耳在那边飘哎。对啊，水深就这样子而已啊。那它好多小鱼，它往你的耳冲过去就起来了。哦，是哦。就是刚回头要看它一眼。在那边。嗯。我在那飘一次，飘过去的。那个跟小拇指一样长的。哦，有动静。送鱼，而这个应该是无波鱼啊！咦、欸欸，我这个零点几的线而已。哎、欸，它没有斑点。是什么？无波鱼啊！抱起来线会不对。啊，我是要钓西哥的，你给我来这个。我是要正吃，看到吗？啊，它大便在我手上。Yeah.这个是几只的？两三只。啊，大兵！再玩一下这边还是？再玩一下，有鱼，虽然不是你要的鱼。对啊。那个是在左边钓的。好吃了。出来了。对啊，在左边。哦，看到鱼了。有吗？就跑来跑去的。我去下面看一下啊、哦！好吧，你小心哦。好、哦，这现在出道很安全。哇、哦，真屌丝！那走过来一只鱼都没看到。就这一期，我们蓝桥飞机会有。闪闪的一只小猪，然后那边两三只，这样不多。我刚下去整条溪都没有鱼耶，我刚走到底再回来，整条都没有鱼，只有这边有一些零散的小猪，但是上面也没有，连鱼都没看到了。小心哦、喔。嗯，你也小心，我觉得你要比较小心。啊，水变高了的感觉。先过。看一下还有没有货，试一下之后再拿出来。你看它是偏水一下。我刚才那个它在漂的时候，那个有水草的，然后饵料的。这个我懂，我是说，因为我刚刚你的是。他本来就是这样用，而且是当天用的草。对啊。他还有水的，干嘛要拉他的话，底下如果有水的拉了，那个重力会把我下来。好，走吧。对了。大概。五周装备。人算不如天算，本来想说可以开一个愉快出游，然后拉个几只鱼。
结果变成是生态调查，这边的生态已经不如前了，然后再去吃个东西，结束。就没有那个啦，我就没有穿拖鞋，不然可以去上面试试看。那边就无锅鱼居多啊，无锅鱼、大鲤鱼、琵琶酥，要钓到鱼的那边是一定有，除非那连生态变到连无锅鱼都没有就差赛了，应该不可能。对啊，应该不可能。我的天，嘿嘿。钓完了吗？钓完了，我很安稳。完了。回去了。回去了。我们要绕一圈玩下去。哇，跟最后一次两年前来比起来，差太多了。连这个生产区。之前我记得生产区就会有一坨鱼冲来冲去，不是吗？一坨的、啊。在钓前都没有办法看到你新的那只小鱼在那边有去，那边有一群一群的无锅鱼，一群一群，大概十来只，可能太多，那西鱼全部都不见了，他们去哪里了呢？然后这边也没有看到很多小鱼，就零星的几只，在那边状况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就是要拍卖香港彩绘菜肉皮，搞一打 Airwaves， Airwaves， 还有波浪咖啡，生态啊，不少鱼群，对啊，可能也都没有。而且那边都是长鱼，有很多几百公斤的生活。有一只五六只乌龟那边吃，那边死掉，我看到，看到，这感觉是人类的产的东西，很多哎、欸，我看到两次。这感觉是什么内脏？嗯，原来这边鲨鱼吗？还是？这白白的都是他们在啄的东西啊，对啊，对嘛，就是有鱼在动，但这都是无锅，对不 对, 对？都黑黑的，都看不到。有啦，这里有鱼啦，看得到鱼啦，无锅鱼，不是台湾的鱼。去吧，也生态调查就结束了。我好想钓到鱼，没开。没有，你讲那么多话，结果你没有切壳吗？对，你没有切壳。可是我按你，没关系啦。可是它不是插进去就会有了吗？你有这个壳，所以你插到你就 check 啊，这个都没有亮啊，所以它没有这样插进去。啊！我从来没有听你说你手机有这个问题，我难过。不是一百万，我不会忘记，是有人在那边呛说没有收音。哎。然后就坐那边钓。哦，有大只无锅鱼，你看大只无锅鱼在这里，可是也没有西哥哎、欸，咋没啊？比较时尚的那间，对，它的炒面是有那种不是干的，是有点水水的，带汤汁的，对，好，谢谢你。那如果你还吃下，可以吃吃看。好啊，如果还吃下的话，你过去这边干嘛？你好，好，我们要一碗牛肉面内用。好，谢谢。你有在录吗？还有，我先拍一张。开好了，他为什么不能录影中切？我的手机都可以。对，每一件事我都要在提醒你。好，开始。我们是冰火五重天，刚吃完冰，现在喝热的，然后胃会不会坏掉？